看看新闻网。丁文老师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何琪，然后今天带来的歌曲是《一个人生活》。在窗外轻轻摇动，认识到没有谁人走过，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，离开你我以后变得软弱，你的影子在每一个角落，好像是在提醒着我，少了你的陪伴，我现在有多寂寞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我想我可以假装不冰凉的夜里让眼泪温热我，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。好，等一下，这个我有个想法，因为有些人可能特别适合一种类型的歌，我觉得因为你的长相呢是比较琼瑶剧里面那种苦情女的感觉，就一开口就让大家潸然泪下的那首歌，我觉得唱太惨了。你有没有其他的拿手的歌？唱一首英文歌啊。可以啊。Every day is so wonderful. It's hard to breathe. It's hard to breathe. Now and then I get insecure. I'm all again. Ain't a fan. Oh, I am good.Yes, walls can bring me down. Oh no, oh, I am beautiful in every single way. Yes, walls can bring us down. Oh, so don't you bring me down, oh, today. 非常好。Walk you down today.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唱到这个地步，又是没有伴奏的，就非常不容易。我觉得可能你的专业帮你加分不少，就入戏很快，突然就可以惨起来。我觉得这人很了不起。你别说他惨了，但是他唱完以后就笑容很灿烂。对对对，八颗牙齿都看到，所以你只是有八颗是吧？还剪头，我觉得我只有八颗，我十颗，我觉得。是，你说我们是给你过呢，给你过呢，还是给你过呢？给我过吧。好，看马老师的啊。这个，把你的电话留下来吧，有没有兴趣上上期节目啊？想不想过来拿通知吧？好吧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各位评委好。